我有重要的话要跟你讲。我觉得这么多年了，他还一直怀疑我，可是我觉得我没办法满足他。我也希望给你最好的，所以我不会让你失望。我每天睡也睡不着，我为了找这件东西，我吃饭的时候我在想，我连翻杂志的时候我都在想说，到底是要给他什么东西。The perfect gift 是很重要，可是他有时候还真的会怀疑我爱他。最重要是他要喜欢，也不能有瑕疵。我觉得我找到那个东西了。那天晚上我就把盒子一拿出来之后，我就跟他讲说，好，你现在把眼睛闭上。他一张开眼睛往下一看，我就问他，妈，你喜欢吗？ Happy Mother's Day， 母亲节快乐。爱恋惊喜。